你知道你人现在在哪里吗？反正若醒了第二天，第二天啊，这个是强巴外宿。嗯，这个是强巴医学。什么医院？强巴医学。强巴药水。所以你有觉得你被强暴了吗？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？没有，第一眼看的是第一眼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我打十个。一个打十个？十个男的还是十个女的？等你醒了，带你去吃大餐好不好？那你要不要乖乖睡觉了？那我要停下来了。好像在说话，虽然我听不懂你说的话。Salut, ça va？ 看着我的眼睛 ，Salut, ça va？ 眨一下就是我很高兴，眨两下就是带我去逛逛。散步吧 ，Salut, ça va？ 你永远准备好要出发，为什么你都不怕下雨啊 ？Salut, ça va？ 淋湿了再回家 ，Salut, ça va？ 在一起看看电视，最后打个哈欠，眼睛就闭上啦。Me